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几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接近30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石松 Lycopodium clavatum， 石松在英文呢我亦都叫做 club moss， 是一种棍棒嘅形嘅嗰种苔藓嚟嘅。咁喺地球上咧系存在咗好耐好耐嘅时间噶。Lycopodium 石松系适宜一种嘅人咧，佢基本上咧系智慧型嘅人，但系咧嗰个体格啦、肌肉咧系比较软弱嘅。而好多时候咧，佢就上身会比较消瘦，而下身咧就比较肥大嘅。咁通常都系比较瘦嘅人，咁系好容易咧系出现咧系肺同埋肝嘅毛病嘅。咁呢啲人咧，亦都有时候咧就好多疑病嘅问题啊，咁就好容易咧有好多啲皮肤嘅问题啊，那个石。即系身体嘅有出现石嘅问题，譬如好似尿里边有啲红色嘅沉淀嘅石仔啦，咁虽然个尿咧系比较系清嘅，咁呢个即系好多时候咧系嗰个肾石里边出现呢啲咁样嘅，即系出现制造石嘅问题嘅。咁佢个人咧通常咧个皮肤咧都系比较苍黄啲嘅，唔系红润型，同埋咧嗰个手脚咧比较冰冻，咁。平时的人都很傲慢的个性格上，但当他病的时候呢就会开始出现呢就是不相信人啦，同埋呢是自那个思考能力分析的能力同是差低，同埋呢是那个记忆会衰退的。咁呢啲人呢有时候呢都会出现一种比较上是未老先衰那种咁样嘅情况嘅。细蚊仔方面呢通常呢系体质比较弱嘅，但呢嗰个头脑呢就好发展得好好嘅，但通常比较细粒啲容易病嘅身体啦，一般情况呢好容易敏感亦好紧张，通常病嘅时候呢就会特别呢就系难于控制，同埋呢瞓醒嗰时候呢个细蚊仔系特别敏嘅。
咁將啲嘢可能一醒嗰陣時候咧，乜嘢都發敏震啦，咩都推開曬啊咁樣。咁所以亦都有時候咧，可以用喺啲年紀大嘅女士同埋嗰啲孩子們嘅。咁通常咧，石松型嘅人嘅性格咧，那個脾氣咧就比較乾淡啲嘅，即係冇乜特別嘅熱情嘅脾氣嘅。咁皮膚比較黑嘅，咁好多時候咧有少少係營養唔係好好嘅，咁亦都係好似啲年紀大嘅人咧，就好快咧就有種衰退味，即係唔係即係早衰嗰種嘅症狀。咁皮膚咧就會出現黃斑啊，或者一啲細路仔咧體質衰弱，但係咧好早熟嘅細蚊仔。好啦，咁石松型嘅人咧就肌肉比較軟弱啦，腦筋咧係發達嘅，係智慧型啦。通常咧係身體那個循環系統咧比較弱嘅，咁所以好多時候咧佢哋比較會凍啊，或者手咧出現麻痹啊呢啲咁樣嘅情況，可能一點點嘅麻痹都會有。好啦，咁石松型嘅人咧，虽然本身咧嗰、那个系一种智慧型嘅，脑筋好好嘅，但系咧佢内子里咧系好多时候咧就系、是、缺乏嗰个自信心，甚至乎咧自我形象都会比较低嘅。喺表面上咧，佢咧就唔会俾你睇得出嚟嘅。咁佢哋有时候咧会出现个情况咧，就系、是、咧要去开始要公开演讲嘅时候咧。佢就好怕好怕吓，惊住会失败啊，惊住会出丑啊咁样样嘅。咁所以咧，石松型咧系一个用喺一啲我哋叫做期待嘅问题啊。佢可能因为期待有啲嘢要做，咁佢就会特别咧系出现咧系惊恐嘅。咁我有一种我哋叫做 performance 嘅 anxiety 啊，即系要有啲嘢要登台做嘢啦。咁佢就特別咧係出現焦慮嘅問題。另外一個地方咧，就係佢哋嘅消化就比較弱。通常咧佢哋好典型嘅血糖低嘅療劑。通常咧就係中意食甜嘢啦，食糖食甜嘢食澱粉質，但係咧好容易咧就食咗一陣間咧冇幾多咧，就嗰個胃咧就會腹部咧就會脹氣嘅。咁好多時候咧。这个呢是会出现一些所以很典型的念珠菌型 的问题的人。咁通常呢他们一吃了少少面包呢他就会胀晒的了。咁他们就喜欢因为血糖的问题啦，他们喜欢吃甜的东西啦，但是呢吃了之后呢他会变就会差的。吃了甜的东西之后会更加差的。好啦，食虫型的小朋友呢很多时候呢是出现在一些家庭呢，父母呢都是比较上呢是好强硬嘅，亦都系好有啲控制得佢哋好犀利嘅。咁喺呢种嘅环境长大嘅细蚊仔咧，好多时候咧佢就会丧失佢嗰个自信心，咁呢个咧就更加咧令到嗰、那个佢啲即系强势嘅用中意操控佢啲父母咧，更加俾好多原因嚟到踩佢哋啊，踩低佢哋啊咁。咁呢个一个恶性嘅循环嘅。咁所以呢啲小朋友咧，成为一个到青春期大咗咧，都系变咗好多时候咧，系冇乜足够嘅信心嘅。咁呢啲人咧，因为自我信心唔系咁即系比较弱啦吓，差啦。咁佢哋好怕咧系缺分或者咧要个担当嘅。要有佢担当要缺分咧，咁佢就会好惊嘅，会好多时候咧就系、是、唔敢去担当一啲嘅婚姻嘅承诺啊咁样，咁所以有好多时候咧，佢哋咧就有一种讲法咧，一讲到婚姻咧，佢就会走佬噶啦 ，OK， 好啦，咁呢种人咧有啲特别嘅症状咧，就系、是、通常咧喺黄昏四点到八点咧，佢个人咧就会特别差嘅，咁呢个系一种我哋喺中医个里边系一种胆经的时间来的，五点到七点这样，还有那个肾的时间三点到五点。所以很多时候呢，还有我们会见到呢，这个疗剂呢很多时候帮助一些人呢是肝胆的问题或者肾的问题的。好了，另外一个主要的关键的症状呢，这个疗剂呢是以右边的症状为多的。右边的，譬如他譬如膝头有问题啊这样，通常呢
啊、都是右边的，或者头痛呢多数是右眼啊，咁肝的痛呢当肝都是右边啦、啊、咁如果是卵巢的问题或者卵巢水囊呢，佢通常都是右边的，咁包括如果佢哋、有盲腸炎啦，咁盲腸炎呢都是一个右边的，所以比较上好强于倾向于右边的。咁但有的时候呢个症状呢会是右边先出现，跟住呢转移到左边。好啦，咁石虫型嘅人呢都好鍾意新鲜空气，即係好似白头翁 Pulsatella 嘅，咁佢哋都係需要鍾意新鲜空气，同埋呢佢哋係唔鍾意食洋葱，唔鍾意食洋葱嘅，咁呢个一个好有用嘅，即係好靠得住嘅资料嚟嘅。咁我知道呢佢哋除咗洋葱之外呢，嗰个蒜头呢佢都唔鍾意嘅，咁另外一个疗剂就係汁柏啦 ,Suya 呢都係唔鍾意洋葱蒜头。咁呢啲食物好多时候食物呢好多时候呢会令佢身体呢係容易产生气嘅、即係容易放屁嘅食物、譬如椰菜呀、豆类嘅食物啦、呢类嘅呢都令到佢哋呢就会好容易放屁。好啦，咁石虫型仲有一个症状好得意呢，虽然佢嗰啲人呢因为血糖嘅问题啦，所以佢就唔系好饿得嘅。一肚饿呢就话个人发晒慌嘅，好唔舒服嘅。咁但呢佢亦都好容易饱嘅。咁俾佢食佢几啖之后呢佢就觉得好快就觉得饱嘅。咁仲有一个情况呢就一食完咗嘢之后呢特别眼瞓。咁呢个都系一个石虫型嘅主要嘅症状嚟㗎啦。咁因为佢好用好多时候好多胀气啦，成咗嘢呢，咁好多时候呢佢食嘢嗰时候呢好鍾意放松个裤头带，因为佢觉得呢嗰个肚呢系胀晒嘅咁样。好啦，石虫呢亦都一个好主要嘅对付肝嘅疗剂嘅。咁知道呢肝系主消化嘅。是帮助是我们的消化的。咁所以呢令到我们很多肠气啊腹胀胀啊都有这个情况，即是会出现那些那个肝的症状。咁仲有一个呢就是那个肾啊，尤其是慢性的肾的毛病啦，尤其是右边。o k 咁仲有一个症状呢就是石虫呢是会遭遇動动会舒服啲嘅，即係呢个症状好似野角 Roostox 啊，如果佢有啲腰背痛嘅问题呢佢觉得好僵硬嘅，咁但呢佢就会觉得呢係喐动呢持续喐动呢就会令到嗰个腰背痛呢会舒缓嘅，咁呢个症状呢就好似野角一样 Roostox 都係呢种咁样嘅症状嘅。好啦，咁所以当你遇到一个人如果佢係有腰背痛但同时呢佢好多胃气啊、放屁啊同埋消化药嘅呢，咁你諗嘅疗剂呢就可能唔係野角呢，就係唔係 Roostox 就係石虫。咁石虫嘅人呢都係好即係好需要权势嘅。即係好多时候呢佢哋呢係好多啲咁样嘅嗰啲独裁嘅人啦，同埋嗰啲哈哈霸霸嘅人呢，其实好多本身呢其实係一个係石虫嘅人。咁石虫嘅人呢係对自己的形象好紧张的要穿啲咩衫啊、头发啊、诸如此类呢对佢哋好紧要的咁佢哋呢通常呢就要买到即係穿着到系最 hip 嘅最 cool 嘅佢所谓嗰啲嗰个名牌嘅嘢，咁佢哋用到足嘅。咁譬如石虫型嘅人呢好多时候呢佢首先所讲呢佢哋系唔系好体育健壮嘅型嘅人，但系咧佢哋好中意白，即系用硬叻嘅。咁好多时候咧，你见到啲石虫型嘅人咧，譬如去打网球咧，佢咧就买晒最靓嘅拍，穿晒最靓嘅服，嗰个运动嗰个网球嘅衣服，咁咧就鞋袜。咁但系去到网球场咧，打几下咧就走噶啦，就放弃啦。即系其实佢根本就系唔系真系咁叻嘅运动，但系咧佢嘅表面咧，佢一定要用到足嘅即系佢起码咧。即係起碼嗰、那個，即係喺嗰個外表方面啦。咁所以好多時候咧，你會見到佢買啲人好多買名牌嘢啊、名牌錶啊、買啲靚車啊咁。咁其實主要咧係佢哋嘅內心嗰、那個，即係內邊嘅信心咧，其實唔係咁強嘅。咁所以要外邊裝扮得好啲嚇。咁呢啲人咧，都好多時候咧，有啲又會蝦霸嘅，即係咧見到上邊嘅人咧，佢就會拜；見到低過佢嘅人咧，就會蝦嚇。咁呢啲好多情況咧，係石蟲型咧就會有呢啲咁樣嘅呢啲咁樣嘅行為嘅石蟲咧，亦都係一個對細蚊仔
嗰啲读写障碍吓嘅主要嘅疗剂嚟嘅。啊，佢可能佢好多时候咧喺学习嘅时候咧，成日犯错啦，啊，做功课好多问题嘅。啊，咁呢啲嘅好多时候都系有石虫型嘅细蚊仔。咁当然啦，喺呢种情况之后咧，佢就冇晒信心啦。好怕咧喺课堂里边咧要做家嘅做报告啊，咁样叫佢讲咁样。咁如果你遇到呢啲嘅小朋友，咁你问下家长咧，到呢个细蚊仔平时系咪好多气啊，好多放屁啊，好多肚胀胀咧？如果系咧，你都可以谂到呢个系石虫型嚟噶。好啦，咁仲有一个情况咧，就石虫型嘅人咧，好多时候咧系出现咧系早期嘅即系控酒嘅，好后生嘅人咧，但系好中意饮酒嘅。OK， 咁点解咧？因为佢哋系主要咧系血糖嘅问题，啊，佢中意需要甜嘢嘅，咁糖同埋嗰个酒精都系好相似嘅。OK， 咁佢哋好多时候咧，佢哋就系即系会出现咧，系早期咧就有啲控酒呢方面嘅问题嘅。咁所以石虫咧系一个好大嘅多用途嘅疗剂啦，好多问题啊，糖尿啊、关节炎啊、血糖低啊、情绪低落啊、好多情绪嘅问题啊，或者咧个读写障碍啊，呢啲咁嘅情况咧，都系可以用得着嘅。所以呢个喺头先个情况就系细蚊仔嗰啲好多嘅行为上嘅毛病吓，加上佢长期嘅消化毛病咧，你记住唔好忘记石虫型呢个疗剂。好啦，石虫型出现嘅家庭咧，好多时候咧家长咧好中意将细蚊仔去比较佢嘅吓，咁就变咗咧佢就即系细蚊仔咧好多时候咧喺呢种成日俾父母去比较咧，系出现咧就嗰、那个信心就会下降吓，咁、啊、比较上有少怕丑吓。啊比较上咧系细胆啊，同埋整体上容易怕丑嘅。咁、所以咧，佢都好多时候你会发现咧，石虫型嘅出现咧，好多系情绪上嘅焦虑嘅问题啊。尤其是咧去学校啊，要佢突然之间咧去学校咧就要去表演啦，咁佢就会觉得好紧张，好焦虑嘅。但石虫型嘅人好得意嘅，虽然咧佢喺之前咧佢好焦虑嘅，但佢一上到台咧。开始咗嗰个表演啦，冇几耐咧，佢就会好有信心，会做得很好好噶啦。OK， 咁好多时候咧就佢哋系可能佢本书读书叻噶，因为佢系智慧型嘅人。喺学校咧系可能系全部都系攞 A 嘅。咁但系咧突然之间遇到一个挑战，或者发现某人咧喺某个领域做得很好好嘅咧，咁佢就即刻咧就有啲紧张噶啦。好多时候咧要当佢有啲嘢要去做。个时候咧，佢就会出现紧张呢个情绪。系啦，石虫型咧，好多时候咧喺嗰个人际关系啊，或者性生活咧，都会出现一啲不举啊，或者系出现问题嘅。咁嗱，呢啲人咧，好多时候咧就会同好多唔同嘅异性咧发生性行为嘅。咁尤其是对嗰啲咧，佢又唔系话好着緊嘅人，佢冇問題嘅。但如果當佢遇到一啲係佢好着緊嘅人呢，咁佢就會出現問題嘅。咁點解呢？因為佢係好驚呢係會被拒絕嘅，即係萬一佢做得唔好呢，佢就會被人拒絕嘅。咁佢就有呢種咁樣嘅呢啲咁樣嘅恐懼嘅。色蟲型呢亦都有一個好得意嘅，佢哋呢係好識扮嘢嘅，咁所以好多時候呢佢哋喺演員啊做戲方面呢佢哋好叻嘅。咁我想讲呢，石虫嘅人呢即係见高就拜，见低就踩，有呢种咁样嘅行为嘅。咁所以有嘅时候呢佢见到一啲有权威嘅人喺佢面前呢，佢有一种恐惧嘅感觉。因为佢自己呢可以咁讲呢，佢自己嗰个内心嗰个自信心其实就唔係好强。虽然佢表面係装出嚟呢佢好叻好威。咁但系咧，佢入边咧其实就唔系咁好嘅，比较恐惧啲嘅。仲有一个情况咧，就系啦，石虫型咧好多时候咧系会即系举棋不定吓，即系遇到有啲重要嘅决定啊咁样譬如可能要遇到要即系要作出一种重要嘅
嘅承諾啊，譬如結婚啊呢方面。咁有時候咧，佢譬如佢要去探嚇探佢探其他人，或者探自己個女啊啊，咁佢有時咧都會有啲恐懼驚嘅。咁亦都有就會出現咧係啲廣場嘅恐懼症，即係空曠地方佢會驚啊，出現咧係嗰個。那个恐惧嘅 panic attack 嘅，咁成个人咧会震晒，又震又成咁样嘅，啊，佢就控制唔到嘅，啊，喺呢种情况咧，佢自己都觉得自己人咧就好敏感，啊，会咧尽量咧系避免咧，啊，想尽办法咧避免呢种嘅场合嘅。好啦，咁石常啲人咧就系想讲咧有未老先衰，啊，咁有时你发现咧佢年纪唔系好大嘅啫。咁但系咧，佢已经开始有啲白头发吓，啊，出现咗啦。咁呢个都系一个石松型嘅，经常见得到嘅。好啦，石松型咧，其实一个好即系一个好大嘅嘅，啊，多用途嘅疗剂啊。咁大家咧即系听咗我嘅解释介绍啦，即系佢嗰个性格啦，啊，体型啊，同埋佢身体嘅弱点咧，咁咧希望咧大家咧系遇到呢种石松型嘅人咧，就会好快咧系得心应手，药到病除。好。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48，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